布置的时候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，对，特别特别遗憾，想跟老师一起拍个照片。好，来吧，快快。那先陈伟霆老师，那我们先跟陈伟霆老师。你们参加节目就是为了跟陈伟霆拍照是吧？来来来，老师，我们做一个可爱的姿势，好吧？好，好的，好的。OK， 可爱。哎，陈伟霆，你怎么了？眼睛是沙尘暴了，是怎么了？一张，三，二，等一下，老师，你让一让啊！不是，我真的觉得我应该站在后面，姐妹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脸大点，我想站在后面。求求你了，姐妹，不争这一会儿，就站在后面。哎呀，宝贝，你让我站在后面吗？我真的要站在后面，我一定要站后面。你让我站在后面吧。我要站在后面。我站在后面。我要站在后面。我站在后面。我要站在后面。人生的路就不能回头，想往哪走就往哪走。你让我站在后面。拜拜。站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，我一定要站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，你让我站在后面吧，你要让我站在后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来让我站在后面吧。这就是他们的一发技。少女，少女，您来回头，您来回头，您来回，真的，哇，他们的信念感，神经病，这个信念感，哎，有来了呀！我要在后面，我要在后面，我要在后面，我要在后面。我要在后面，这就是惊喜，惊喜！他们想翻盘，我就说要给嘛，我就说他们要给，想翻盘，天荒地老，是不是想翻盘？两位少女里边请，我要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，我要在后面，我要在后面，我要站在后面。陈伟霆过去跟他说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他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老师不关你的事情，女生之间的，我在后面了，我在。老师等一下，我们接着拍。啊！我在后面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就我要哎靠这种，就是我可以改过来吗？可以可以改改改了，还不错还不错。三二一，给嘎嘎，给回他，我给回他。这个绝了，那 call back 了。比如那两个女孩前面有，后面又出现，就 call back， 就重复了一个笑点，重复同一个笑点，但是它是让你惊喜，你没有想到它会重复一下，就前面扑过吧，你中间干别的去吧，它后面又嘎的重复一下。哦，明白了，就跟中介一样，反复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打到四次的时候，你就居然觉得好笑了。哦， call back， 但有时候 call 的好可以， call 的不好就很尴尬，很烦，就加倍尴尬。对，听起来你变成英文的，哎，他 call back 就好像我的第一次听的时候，哇，好高级啊！你们的这个领域有这一招，究竟是什么？其实说到底，还不是重复吗？